喺今年臨近聖誕嘅時候，潘元良即係寫今天應該係高興嘅嗰位作家，又再寫一首關於聖誕嘅時候掛念住嘅人，所以寫咗呢一首歌嘅下集，叫《今天世上所有地方》。佢係喺加拿大嘅多倫多寫咗初稿。然後咧一路喺度改到去台北，佢喺台北又一路改，咁但係佢趕唔到翻嚟，因為佢要 quarantine 好多日先至可以翻到嚟。所以呢一首歌係送俾喺30年之後有好多人又要即係喺分散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國家，有一啲我哋嘅朋友，有一啲我哋嘅手足。我哋嘅同路人，甚至喺天国，呢一首歌我哋送俾佢。今天世上所有地方。继续找，总会找到方向。